红干线是即将进站，你们好稍等。记得下车要提前按那个铃铛，其实深圳、香港公交车上都有那个铃铛，但是都只是摆设，没有任何作用，按了也会有响声。但是台湾公交车，你按那个铃铛，它就真的会响。有按了铃铛，司机才会靠站停车，否则错过站了，你就不要怪司机了。我们现在坐的这一趟车不是为残疾人服务的。上午坐的那趟车是残疾人的车，是可以上来的。让我去按了一下下车的铃铛，然后车子有点晃，现在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，等下过这个路口左转就到友爱街了。下车，这里的这个站牌也有时间显示，以前只有一个的，现在有三个。哦，原来这个有阿姨是去搬家了。
店的旁边有一家 7-Eleven 便利店。我们又走回那个小吃一条街了，闻到一股东山鸭颈那种油油的味道。已经赢了。